今天因为这边下了暴雨，所以说在路上真的经历了好多事情，迟到了几分钟，不好意思。然后呢，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时代少年团的张真源。挺多的啊，挺棒的。然后今天呢，刷礼物这个事情大家还是就不是很有必要，对，然后不要消费。然后我觉得我表演应该会很精彩吧，大家所以说也中途不要离开，对，然后可以认真观看我的表演。然后呢，还有就是直播期间会有抽奖。本来还想回答两个问题呢，结果全部大家都在夸我呢。吃饭了？哎，我吃了没有？应该吃了吧？啊，吃了饭了，对，吃了饭了，吃了饭赶过来的啊。然后路上真的还流了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啊。行吧，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再来另一边开场白吧，好吧。直播成本一起嗨 ，idol 周五在 YY YY 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多生日祝福啊，生日祝福，祝各位是哥哥还是姐姐呢？哎，说两遍吧，祝这位哥哥呢生日快乐，姐姐。祝这位姐姐呢生日快乐。好的，明天要考试啊，那考试加油啊。考试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毕竟我还是很重视我自己的考试的，所以说呢，祝你考试的时候正超常发挥，然后无论的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慌，好吧。毕竟我进了考场一般都不会慌了，因为就已经开始准备认真答题了，生怕假如一慌少答了一道题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我能多得一分就多得一分，这是我的技巧，所以说呢，进了考场千万不要慌，然后即使遇到不会的题哈，哎，不会可以蒙嘛，对吧？但是当然大家也要做好复习，做好复习，这样考场的时候才会有完全的准备，是这样的。剪头发啊，前两天剪了头发，然后把我鬓角给我推光了，大家可以看到啊，看一下这边的鬓角。不过我觉得人只要帅的话，推不推鬓角都是一样的，好吧。虽然之前有把发型剪残过，但是我觉得这次的托尼老师呢非常的棒，就是他能听懂一句话，就是师傅麻烦剪不要剪太短，他真的能听懂。所以说呢，其他有些托尼老师我觉得说不定会把这句话误解，就是觉得剪得越短越好。不好意思刚哽了一下。大家都剪了啊，大家都剪了，大家之后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看一下问题啊。没有感冒，怎么可能感冒？可能是我今天的声音比较有磁性吧，所以说大家即使觉得我声音有一点哑哑的，但是也没有感冒，好吧。你知道我来之前我喝了两瓶矿泉水，因为声乐老师说这样能帮助嗓子更清澈一点，然后喝了之后在车上真的半途又下不了车，就堵在那上面，我就想上厕所呀，也下不了车，哇，真的是你感觉真的是太惨了。不过后面幸好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半途就下了车，不过还是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好吧。
爱了爱了爱了。最近在听什么歌呀？听的当然是直播的歌呀，对吧？直播的歌不好好听，怎么能好好表演给大家呢？对吧？一开口就有老故事了，这句话有点深意啊。嗯，挺棒的，做五三啦。五三这个东西啊，这两天还没开始动呢，因为准备直播嘛，当然直播完了之后肯定就会好好去做了，对吧？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我多高了，但是我就是不想告诉大家这个问题，不知道多高了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对吧？大家猜猜吧，反正不矮。嗯，哎，对，两米，我觉得两米挺到位的啊，两米挺到位的。撒娇啊，撒娇是不可能的，好吧？我这么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撒娇呢？对吧？还有，为什么总有人觉得我在健身呢？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有没有在健身，但我真的没有健身，大家可以相信我，只是可能平时体能练得比较好。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儿子啊，爸爸爱你，这句话很有深意啊，会不会是其他几个小伙伴刷的？因为他们在我来之前跟我说要会刷这条弹幕。嗯，瑶儿，爸爸喜欢你，为什么全是这么夸张的吗？看这些姐姐呀、啊、什么妈妈的都挺棒的，好吧？哎，爱你爱你。还有妹妹啊，妹妹挺不错啊，好多呀。还有爷爷，爷爷是怎么来的？我天，有些自动就忽视了啊，因为念出来不太好意思。嗯，然后还有什么哦、MV 拍的怎么样？我能透露这个问题吗？不告诉大家。不过新歌呢，这个其实我很想透露，但我怕我透露了今天晚上回去会睡不了安稳觉。好吧，打篮球啊，昨天才跟他们打了篮球呢，因为想放松一下，正好有半个小时，就去打了一会儿篮球。嗯，还是挺开心的啊。我们现在好像可以唱第一首歌了，我们先唱歌吧，好吧？先唱歌，开个嗓呢，我觉得这样大家就能更有那个氛围了，好吧？这首歌先坐着唱吧。大家，这首歌叫怎样？好的，开始吧。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
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哪里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好了，不好意思，第一首歌那就结束了，可能。刚开始的原因吧，我觉得还没有太找到状态了，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会有点抖，不过我觉得到后面应该就会好很多。然后现在呢，好像是有一个拆盲盒的环节，我们现在是有拆盲盒啊，我们官方准备了8个盲盒，每个盲盒里有放有小纸条，然后我跟你们互动抽取，好吧？现在那个盲盒，在后边啊，我还一直等着官方给我送呢。现在是准备抽了啊，大家觉得我先抽哪个呢？大家能看到吗？被打直，好吧，被打直。什么东西？这数字7，哦，这上面有数字啊，我才发现7啊，不错，先抽个7啊。这7不错呀，完成大冒险，完成上一位成员刘耀文留下的表演任务。有人在你旁边吃洋葱，但你必须唱歌，你会是什么反应？并给下一位做直播的成员布置表演任务。
好的，我明白了。嗯，我是直接开始表演是吗？我给张哥布置什么任务呢？我想让他表演一个，但有人在旁边吃洋葱，但是你得唱歌，这个时候你必须唱歌，你会是什么反应？真挺帅啊，这小伙子，不错啊，行吧。吃洋葱，我必须唱歌，那这不得不想到的就是一首歌呀，大家应该都想到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讶异，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我肯定就给他唱这首歌，你知道吗？还有第二种可能呢，因为可能给我辣出眼泪来了，我估计我就会在他面前大哭一场。我说，你看都是你害的，害得我还在这哭了一场。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尴尬，这个时候。好吧，然后我给下一位成员布置一下任务吧。既然有人在我旁边剥洋葱，假如啊，假如有一个人在你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设了个闹钟，偏要让你起来陪他跳睫毛弯弯，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对他做什么？对他说什么？好吧，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真的是我临时想的一个。好吧，是不是要抽取下一个盲盒了呀？哎，大家打数字吧。好，第一个出现的是五啊，我就不用看了，挺好的，挺棒的。这个呢是你最想删除的表情包是哪一个？哦，最近最想删除的，最近呀，我想一想，我最想删除的是哪一个？可以说我自己的表情包吗？因为以前不小心自己弄了一个什么，自己就是拿一个软件拍了一个表情包，然后就不小心不知道怎么泄露出去了。就发给了其他同伴，然后那一天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天天的开始有这个表情包，好吧，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让我很痛苦，就是那个什么可爱啊，对，哎，就不给大家模仿了，好吧，因为我怕模仿了又多了一个新的表情包，哎，说来都是泪啊，天天跟他们就是。互相发表情包的时候，他们都拿这个表情包来发，当然我也有他们很多表情包，好吧，所以说我也不吃亏的，好吧，不吃亏，就是那个表情包大家也找不到的，好吧。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为什么总有人被让我被打折？我位置难道不值吗？好的，现在已经最值了，好吧。六，好多六啊。Oh my god， 大冒险表演一段转音挑战，这很有意思啊。但其实说实话吧，我的转音不太行，嗯，所以说献丑了。所以说我要表演什么呀？可以给我看一下。真挺好啊，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首歌，哎，歌词都来了，什么再来一遍吧，可以吗？那就直接试吧，哦，不用这么高哈，因为
子琪姐姐的调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好吧。我就低一点。The make me your all day, oh make me your one and only。哎呀，没找到状态，我再来一遍，好吧。Make me your for die, oh, make me your one and only。 你知道什么叫战术转移吗？就是我一般转移需要就是靠头来找转移，好吧。觉得大家觉得能通过吗？我是问能通过吗？为什么全是666？爱了爱了。哦，可以哈，可以，那我们就下一个吧，整挺好。现在一位工作人员在我旁边，不知道为什么弄了一个表情包出来，就是我一个毕业，然后头上戴了一个什么粉色的，哎，我为什么就说着就拿了一个粉色的那个什么兔耳朵那个什么表情包。但是其实不是那个了，但是那个也挺想删除的，不知道为什么哪儿传出去的，我也不知道是多久拍的，你知道吗？就很神奇。要是哪天让我知道是谁泄露出去的，我一定要找他好好谈一谈。好，下一个吧。八吧，那就八，好吧。八比较吉利。整挺好啊 ，reaction。idol reaction 征集粉丝模仿 idol 搞笑的视频图片等官方收集剪辑给 idol 现场观看点片的。 OK， 来吧，我准备好了。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想寻找快乐的请跟我来，这唱挺好啊。现在让我们向全员崇拜，在改歌词了，我的天。一起去建立成全员的时代。好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场为荣誉而战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班尼迪，这什么东西啊？我也这班尼什么？蒙圈，帅哥你好，你哪位？我脑壳是有点带边。哇哦，挺帅呀、啊！我天，真有才。人潮川流不息，我们的梦想开始。这不错呀，这首歌还改了词。你我的一天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的真心人。还会提醒我，搞笑片，我看有多搞笑，我是不可能笑的。但是这么热衷于我自己裤子后面，我的天呀、啊！这真的是手机吗？这是个意外，好吧？哇，这衣服都准备的一模一样哎。其实本来我要跳这个的。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为什么他脸上是我呀？这还能这样戴的吗？哇、这英文版吗？为什么听着不像英文呀？这好厉害，这法语啊，哇，真厉害啊！这混剪了个视频吗？这又是什么语言？这不可能是法语，哇，这听着也有点带感。哇，听，哇，厉害呀、啊！我的天呀、啊！哇，好帅！我的天，大家都太有才了。
是韩语。哦，真的，真的秀啊！我只能说这句话，我的天。的中文。现在的未来的征程更重要，只是乌云笼罩，黑暗中风声呼啸。这重新弹的吧，应该是。其实弹的还挺好的。哇，这是日语。哦。哇，这是英语。哇，好，好有意思啊，这是。还有马来西亚语，哇，大家都太有才了，我真的是自愧不如。真的是感动到我了，哎呦，感觉下一秒就那啥了，好吧，我的天啊，还没缓过来，太厉害了吧，这也几国语言啊，好像是八国，我的天，太厉害了，大家都，这个准备的真的是太有心意了，反正前面那些也真是很厉害啊，前面那些什么。真是把我笑掉了，现在有人跟我说什么要给我打电话，他们那些人，我的天啊，我怎么接电话，请问真要打电话是认真的吗？打通啊，喂喂喂，这不是张震源吗？哈哈，电视有话跟你说。干嘛？干嘛？看到我发的弹幕了吗？看到我们发的弹幕了吗？Maybe 看到了。我刷了好多钱了，别人已经给你投了钱了。真的吗？理智消费啊，理智消费啊。真的。哎，你这有看到吗？真的有看到吗？马哥有话跟你说。我或许看到了，咋了，马哥？马哥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那个。加油，张刚啊！整挺好。加油加油啊！加油！你们在干嘛呀？我们在吃拉，不对，我们在吃饭。第二段。加油加油啊！什么第二段？你刚不是吃了一次吗？哇！不是，我们又吃，你走了之后我们又吃了。整挺好啊，你们这儿不行啊，晚上回来得给我补上啊。啊，我可是从你直播开始就一直在看哦。哎，你这个有延迟，而且这个刷礼物只能刷两下，它就刷不了了。真的吗？再和你合唱。你还和我合唱，那真棒。我等会儿我那你记得录个视频发微博哟。真的厉害啊。下一首歌要唱什么？我呀，下首歌现在能透露吗？给大家透露一下吧，有两个字是我们，好吧？我们，哦，我的名字。哎，干嘛嘛？那不肯定是我们的名字吗？哎，不能这样，我们这是一个秘密。哦，秘密。刚才没听到吧？哎、没听到吗？听到了吗？你还要唱跳？哦，不唱跳，哪要唱跳啊？哎呀，我说的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吧。好像大家都听到了，没有，你们猜错了。继续加油吧。行吧。我们挂了啊，我们吃面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小张张。马哥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说，马哥。饭很好吃，你站住。没事，我回来给你吃面啊。好的，好的，我回来一定会吃上你的面的，好吧。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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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这挂的有点早啊！我天呀，他们真是，而且巨头挺厉害啊！早知道，就把麦拿远一点了。下一首歌挺难的啊，我还没做好准备呢。嗯，我们还在拆盲盒吧？
这时间搞得有点意外呀，好吧，这意外环节搞得我很惊讶呀，很是惊讶呀。来吧，大家选吧。好的，我看到了三，好吧，三挺棒的，三。哦，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啊，张真源的清唱时刻准备更新到多久？关于清唱时刻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挺有帮助的，就是一直以来录这个清唱时刻呢，就也不只是为了让大家听到这个东西吧，也是为了让我更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厉害，对，因为对我自身也有帮助，对大家也挺好的，应该大家会挺喜欢的吧，我觉得。嗯，但是我觉得他说更新到多久的话，等我能想出新的比这个更好的那就换吧，挺好的是吧，我觉得坚持了这么久怎么可能就轻易放弃了吧，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的想法，好吧，虽然最近改为了两周一次，但是那是因为可能确实时间上有一点不充裕了，嗯，跟大家，哎，说对不起啊，又感觉挺客气的，大家都不是外人对吧，那就大家理解一下好吧，那就下一个吧。一，好吧。成员们都说你是自拍匠人，能分享一下自拍的技巧吗？自拍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挺简单的。毕竟人长得帅嘛，这有啥办法嘛？偏要找个技巧，我也没有办法呀，对吧？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我自拍这么厉害，可能是天赋吧。但是实在让我说一个技巧的话，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找好自己最适合拍自拍的角度，嗯，就挺棒的。然后当然不能每次都那个角度，不然总感觉有人会吐槽我好吧，但是我还是会经常翻那些角度的，好吧。哦，对，学好物理对自拍肯定也有帮助，我觉得，因为你可以计算一下好那些什么角度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好吧。OK, 下一个问题吧。我真的背打直了呀，大家真的要看一下我背有多直吗？这背还不直。我的天啊，哎，下一个吧，下一个吧。二，哎，怎么还有人说五呀？五都已经过了。好吧。时代少年团的新手式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新手是其实丁哥占了很大部分的作用，因为他有在设计这个动作了，然后我们也一起想了一下这个手势，然后就是最后出来就是这个效果，想了好多呢，或许之后你们还会在不同场合看到不同的，好吧。但是第一个是 T 嘛， T N 就 TNT, 就是这个是个 T, 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N 是怎么来的哈，自己画一下吧。然后我觉得虽然这个 N 得看镜面，但是也算一个 N 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T, 所以说就是 TNT。 OK, 这样是不是很棒？下一个吧，这样挺好。三，我记得三不是拿过了，就最后一个四了是吧？明星短视频他就破音了呢，这还没唱歌呢就破音了，这挺尴尬呀，整挺好啊，好吧，等会儿唱歌咋办呀各位。破音体谅一下，我尽量不破音。明星短视频拿到的明星短视，哎，感觉好，我拿远一点好吧。明星短视频拿到的奖金花了吗？如果没花，准备怎么规划这笔钱？还没花呢，现在还存在我的零钱通里。嗯，准备每天收点利息，积少成多嘛，好吧。然后以后有用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用，但是一般不乱用了，因为钱这个东西吧，虽然说用比赚难，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省着用，好吧。OK， 那么今天的盲盒就完事了，我先多喝两口水啊，不然怕等会儿又破音了就很尴尬，好吧。我为了不破音也是挺棒的，好吧。我刚刚看到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我想回答的但是突然忘了，哎，是什么问题来着，哎，算了，都过去了，我也不好意思往上翻了，好吧。我们现在是可以唱下一首歌了吗？不行，这首歌必须要站起来唱，不然我怕等会儿破音了，好吧。没错，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明天。今天衣服整体很帅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多了个口头禅。这首歌呢我之前唱过，完了今天不会吧，我就开个嗓啊。行吧，来吧，就这样吧，挺好的。将时光倒流，因为有一个梦告诉我，爱从不曾保留，才勇敢了我。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多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
能实现我们的语言、哦、累积上永恒的纪念。好吧，哇，这首歌真的说实话需要挺需要状态的，因为毕竟是陆哥的歌嘛。好吧，嗯，我唱完需要酝酿一下情绪。好吧，先喝口水吧，大家不急吧。不知为何突然想咳一声，好吧。现在呢是一个，是一个下一个环节了啊，偶像的偶像。哎，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偶像吧。嗯，其实一直以来的话，其实陆哥就也没有变过，虽然说了很多次了，但是陆哥确实是就对我人生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嗯，我最开始看见他的时候是在刷一个音乐平台的时候，然后不是当时他那首挚爱那个 MV 嘛，然后就看到哎呀还挺帅这个哥哥，然后就点进去看，就觉得就歌也挺很好听，然后后面就学会了那首歌，就天天唱，也去听了他其他的歌。嗯，后面就看他的一些视频嘛，就看到他以前在团里的时候，就是不是跟开前辈有一段那个对手舞，就是咆哮那个，就是有一段挺精彩的舞蹈，就是觉得天啊真的太厉害了，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这么帅，然后后面就慢慢也喜欢上了看跳舞的视频，然后就想把舞也跳得很帅嘛。嗯，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反正就越来越喜欢唱歌和跳舞了。后面呢他不是也出了很多专辑吗，然后也都会去买，因为就觉得听一下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就是确实都挺好听的，然后每一首我基本上都会吧，除了有不会的吗，不会吧，不会有不会的吧，好吧。然后后面就慢慢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了，也不知道应该有好几年了吧。然后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是胆子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胆子还挺小的嘛，就是睡觉之前可能会想一些有的没的，比如说就想会不会有什么那些各种各样的画面啊，然后就会很害怕就睡不着。但是到这种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陆哥就在我面前，然后就想到他就感觉顿时有安全感了许多，可能是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感觉陆哥真的给我带来很多正能量。对，然后还有平时练习嘛，就是累了的时候就会有点想就休息一下，然后一看陆哥的视频就觉得哇真的太厉害了，就说不能松懈，我一定要就是继续努力，然后变得更厉害才行，那时候就瞬间有动力了，你知道吗。嗯，就说为了变得更厉害，我也不能懈怠。然后最近呢不是他也出了剧嘛，就是穿越火线嘛，我也在看了，现在更到十几集了，我现在才看到九集。对，
然后萧峰打穿越火线挺厉害的，好吧。然后之前也看过陆哥演的《我是证人》，就是那里面，哇，陆哥真的演的挺好的，嗯，特别是后面，哇，真的受了好多伤，看得我都有点心疼了，说实话，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嗯。然后我想说吧，就是我觉得追星这个东西其实是没错的，每个人都有追星的权利，只不过就是每个人对追星这个东西要有一个好的去定义，就是得在你心里起到一个好的影响和好的作用，就是不能往坏的方向带动，就是也不能让它影响你的生活，对。因为本来我觉得追星就是图个快乐，大家不快乐追星还有什么意义，对吧？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感觉累了，就可以多去休息。哪一天真的想回来看看了，那就回来看看了。嗯，哇，感觉这个环节好煽情啊！就是这音乐放的也是把我带动进去了，好吧？哇！反正刚刚那首歌也挺好听的啊，就是我们的明天嘛，就觉得不仅是好听吧，然后也歌词也挺有意义的，嗯。那我喝口水，我们就开始下一个环节吧。现在可以开始下一个环节。什么？说什么？下一个是 Killing 环节，预热一下再来。好，大家预热一下，那准备一下，预热一下，好吧？我现在喝两口水，大家预热一下，意思是。原来不行，这个节目一定要，怎么又破音了？说话的时候破音，幸好唱歌的时候不破音，好吧？又破音了，真的是说一句话破一次音。嗯，下一首歌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吧，是一首一个团最近新出的一首歌，大家猜一下吧，是一个女团。哎，好像有人猜对了，是哪个团？大家可以猜一下是哪首歌呢？不是，猜一下哪首歌？猜一下哪首歌？哎，是不是有人猜对了呀 ？How 什么 ？How you like that？ 好的，开始吧。还需要戴这个。这首歌不光是跳啊，我还得先唱呢。那我直接站起来吧。没有，我在韩语可是一句一句学的啊，整挺好。那这线有点缠住了，好吧。不知道韩语标不标准，反正大家应该能听吧。好吧，行吧，开始吧。波兰的西乌纳之索巴拉格尔德尔高州吉亚嘎吉我跟上了잠깨라고주노비드손을벌어봐도
까만 이곳에 light up the sky 네 두 눈을 보면 I kiss you goodbye 시커비 웃어라 꼴줘 니가 이제 너희 하나 둘 셋 How are you like this? You are like tha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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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like that, yeah.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Look at you, now look at me. How you like Your girl need it all and that's 100 Pick a chicken and bear 내 목소리 원해 Come on, come on, get some 딱하지만 어쩔 수 없잖아 What's up, I'm right back 방수회를 call back Plain Jane, get a hijack Don't like me, then tell me how you like that Like that So come come on, 이 곳에 shine like the stars 그 미소를 띠며 I kiss you goodbye 시커비 웃어라 꼴줘 妈，唱这首歌搞得我很慌，你知道吗？这个舞呢，我只学了十几分钟，哇，因为是太赶了，后面大家还会看到意想不到的舞的，所以说。哇，有点累。行吧，直接开始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环节挺简单的，也不是挺简单的，我其实模仿也不太行，好吧。哎，大家缓一会儿吧，我怕大家听了刚刚那首歌比较惊讶，所以说让大家缓一分钟，好吧。下一个呢是一个互动环节，猜动画片人物。第一个呢就是，我真的不会模仿，你知道吗？这个动画片我虽然都看过，但是我都忘了他们声音是什么样的。好，这你第一个能猜出来吧？应该人物都说出来了，是什么声音？既然是大，等一下，我可能模仿的。特别不标准，但是大家还是尽量猜出来，好吧？既然是大熊说的话，我也怎么会怀疑呢？好吧，真的模仿的太不标准了，这不能猜出来，这台词，这谁说的话呀？对，哆啦 A 梦，好吧，猜出来了，这猜出来有什么奖励吗？好吧，没什么奖励。第二个，樱桃小丸子的声音不，大家没听到啊，大家没听到，没听到，不要，没听到啊，谁听到了？没人听到吧？好的，什么吃东西？我随便模仿吧，按我的感觉来了，我也不知道它原声是什么样的，好吧？吃东西，吃东西又不累，最适合我了。这是谁的声音啊？快大家猜吧！哎，你看，
这答案真统一，我天，这挑战成功第二个啊，好，第三个，强哥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虽然也很不想，但是我尽力了，好吧，这也不能猜出来吗？哎，光头强，好的，看来大家都挺对光对，哎呀，为什么有点嘴瓢？对光头强挺有印象的，好吧。下一个，你知道我是谁？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改良社会风气、刺激卡通市场、体坛上最耀眼的运动新星。什么东西？不，是谁？大家能猜到吗？给大家唱他的主题曲吧。七七八，童话里做英雄。七七八，热心心中流动。哎，我的天呀，大家真聪明。猪猪侠啊，就是猪猪侠。我这不算犯规吧？我又没说猪猪侠三个字，对吧？下一个是，我也不知道他声音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听是听了，但是忘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其实说出来大家都能猜到了。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快打吧，这都不用猜了。雪冰月挺棒啊，整挺好。下一个是什么？陈怎样破音了？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我先去看了他的日语是什么，星期四哇一次摸一托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吧。嗯，啊，对，柯南挺火的啊，看来是这样的。下一个，我是不会和普通的羊一般见识的。模仿的一点都不像，大家能猜出来吗？懒羊羊，有人猜出来懒羊羊，有一个是不是就行了？哎，那我真棒，就是懒羊羊。下一个啊，做错事的话一定要说对不起哦，因为幼稚园的大家都这么做啊。哎，他是怎么说话？是这样说话吗？我今天看了，再来一遍吧。哎，大家都猜出来了，那就不再来一遍了，好吧？哎，蜡笔小新。我蜡笔小新一下子就猜出来了吗？挺棒啊，大家。下一个大家猜不出来，我真的是，我当场，算了，就不立 flag， 万一大家故意不猜出来。爷爷，还我爷爷！哎，大家打吧。对，我录啊，有人让我。算了，就不念了，好吧？葫芦娃，葫芦娃，挺好的。最后一个了，我一定要模仿的像一点。虽然不知道，我今天一直没搜到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样子，我就搜到一个鬼畜。皮卡皮卡皮卡丘。大家不能猜出来吗？这都不能猜出来。哦，快猜一下是谁呀？我说的这挺明显吧？哎，再把丘比特，丘比特，哎，不是，我这都说出来了，大家能一个怎么贺峻霖都冒出来了？再来一遍好吧？我不信大家猜不出来。皮卡皮卡皮卡丘！哎，不是。你们是故意让我模仿这么多遍吗？这咋还串名字了呢，各位。大家能猜出来吗？我甚至看到了我们老板的名字。大家能认真一点吗？神奇宝贝里的哪一位啊？
是被屏蔽了吗？皮卡丘三个字，大家能打出皮卡丘三个字吗？我都已经念出来了，不可能打不出来吧。哦，还真打不出来。哦，一号箱头像。哦，对，一号箱头像就是皮卡丘啊。那大家猜对了吧？这个问题肯定算过吧？好吧。哎，挺好的。好吧，这算成功了吗？这个环节应该全部答对了吧？哎，等一下哟，怎么就自拍了呢？成都没说成不成功，快成不成功啊？成不成功啊？是谁说成不成功呀？请问，官方决定，咱官方就不出来了呢？官方出来一下吧，快说我成功没有？小助手上线。Hello， 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Hello，Hello，OK，、okay, 好。然后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真源是挑战成功哦。那我们这边的话，挑战成功的话是就是会给到有一个粉丝的福利。那大家想要知道这个粉丝福利是什么吗？我想要知道。好，那这边的话就是福利是张真源帅气三连拍，然后我们明天会分享在就是真源的 YY 动态里哦。对，所以的话大家又可以收到绝美自拍了。那这边的话就请工作人员将就是手机递给真源。好的，准备自拍了啊。我是不能让大家看到我的自拍是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嘛。对，因为我们明天会公布在就是你的 YY 动态里。怎么能让大家不能看到呢？我是不是得蹲到镜头外面去啊？好吧，不理我了，就这样吧，真挺好。在的，在的。哇，真帅！现在其实大家就是看不到的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就会公布在就是真源的 YY 动态里哦，大家一定要回来，记得回来收集美自拍。好的，现在就是自拍教学了，大家学着点啊、哦，看我是怎么找角度的，好吧？为什么这么黑呀、啊？就这样吧，挺好的啊，我觉得挺棒的。好，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被真源说是很棒的自拍是什么样子哦，我们明天会公布的。好，那这边的话就真源我们可以继续跟粉丝互动，然后直播小助手下线了。好的，拜拜，辛苦啦。下线这么快啊，真下说下线就下线，我天呀、啊、哦，下一个就是名场面了，直接来吧，我准备好了名场面吧。
的。喝口水啊。我觉得证明上面还挺不错啊，但是我去扒这个舞的时候看了好多个视频，因为有些视频要不就镜头在晃，可能是哎，好，被打字被打字，挺棒的啊。嗯，不知道彩虹的微笑大家喜不喜欢啊。我说我普通话挺标准啊，哦，谢谢谢谢，还是我看错了。还有人想让我说重庆话，重庆话确实挺好听的，但是大家想听我说什么呢？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那我就用重庆话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吧，好吧？我离老苦，这好像是我几年前说的吧？好吧，哎，小军重庆话吗？现在说重庆话了哈。啷个学好物理啊？物理那个东西，我觉得要靠个人去理解了。我觉得它公式背的很重要，但是主要是要去看啷个去套那些公式主题的事儿。嗯，其实我最近做物理题做的比较少了，但是我觉得刷题确实很有用。嗯，应该听得懂吧？我还是大家都在问我啷个学好啥子科目，我觉得有些人肯定比我厉害，好吧？喜欢吃啥子水果呀？水果那个东西啊，西瓜、梨都挺喜欢吃的。那这两个我基本上最喜欢吃吧，香蕉也不错了，香蕉也不错。嗯，为啥子集体换头像啊？换头像都是证明我们有更大远大的目标，晓得不？不然一直停留在一个目标一个头像，难道大家不会看腻吗？所以说换一个呀，证明我们以后会朝着更厉害的方向前进，好吧？华才问我理想型，我现在还小，姐姐们，好吧？嗯，那个问题可以等时机到的时候再问。怕的动物呀，我比较怕蛇那种东西吧，因为怕它咬我，万一咬了一口很痛那个办呢，是吧？行嘛，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下一个环节开始的时间了，我们准备开始嘛，我们准备开始吧，好吧。我们的重庆话环节到此结束 OK。 我们下一个环节呢是不走音挑战，耳机里放一首很洗脑的歌曲，嘴巴唱另外一首歌曲，挑战不能被洗脑歌曲带走偏走音，真源清唱几句即可，大家真相信我清唱的水平，好吧？清唱来吧，我准备好了，毕竟也是天天发、哦、不之前每周发清唱时刻的人、哦、我需要带这个耳机是吧？好的，我不能跟大家听声音了，就直接带吧。麦没声音了
哦哦哦，我没戴你耳机，不好意思。啊，我这声音是真的大，好吧，直接开始吧。我第一首是要唱后来，好吧？啊，嘴巴嘟嘟，先放嘴巴嘟嘟，好吧？我先找一下后来。好的，找到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我证明啊，歌放的真的很大声。这个够了吧，这个够了吧、啊、大概看不到，好吧。我跑了吗？我有跑吗？没跑吧。哦，哎呀，再听耳朵就要报废啊。不不不，什么报废，再听耳朵就要不行了。下一首吧，放卡路里啊，要隐藏心桥。悲伤的愤怒的记忆， OK。燃烧我的卡路里，悲伤的愤怒的记忆都忘掉，现在的未来的征程更重要，即使乌云笼罩，黑暗中风声呼啸，前方的未知的山也许陡峭，坚定的执着的心不被打倒，相信总有一天阳光也会照亮心跳。解脱了，不用小心啊，不不，小心耳朵，好，小心耳朵。那小心耳朵，这游戏就没意思了，好吧？好像锁屏了，哦，没有密码呀，那挺好的。海阔天空，下一首要放《无价之劫》，好吧？刚刚不小心没忍住跟唱了一下，嗯，挺棒的。海阔天，耶、yeah。那我拿远一点啊。看过这好了。啊。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让我不离头，更精彩的活。哎，我那个假音有没有跑啊？我听不到，完全听不到，我就感觉我转了个假音，不知道啊，没跑吧？那挺好。下一首，睫毛弯弯吟唱天使，天使。我还调小声点，调小声点，这首歌声音是太短了，好吧。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诗人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好像跑了。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和最后的天堂。哇，我都不知道跑没有，应该还行吧。我觉得我已经唱了那么久的歌了，好吧。哇，感觉身体都流汗了，你知道吗？跟跳舞没流汗，唱歌流汗了。好吧，最后一首要唱勋章了啊。我勋章。可我会像傲的修斯一样，朝心中的方向。当我站着
彼岸阻挡，当我需要独自站在远方的沙场，我骑着是握紧我的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刚甚至有一句词差点忘了。好吧，好的，那这个环节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成功没有，应该成功了吧。啊，那让我听耳机。好，好的，小助手，我成功了吗？哦，有粉丝决定啊。那大家把成功打在公屏上。助手上线，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的。Hello，Hello，那其实的话，这个环节就是那个我们的粉丝来判断是不是成功。那大家觉得说真源成功了吗？成功了呀。好，看到蛮公平的成功。好，那这边的话，如果成功的话，那真源可以为大家发放一次福利。那这个福利的话，就是手写一封，就是手写祝福签名送给粉丝。对，那这边的话，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纸笔递给真源。行。就是真源的手写祝福来啦。就在腿上写的。好，那大家的话就是可以把像要跟真源说的话都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等一下来抽取一位幸运粉丝，送出真源的这封手写祝福哦。等一下，这个笔有一点点那个，稍等一下。好，那这边的话就是真源应该已经写好了他的手写祝福。那大家就是大家想要这份手写祝福吗？可以在公屏上就是打出想要跟真源说的话哦。好，那真源我们这边的话来倒数一下，3、2、1，然后我这边会停屏抽取一位幸运粉丝。好， 3、2、1。好，那我这边抽取到的一位幸运粉丝，然后我们明天的话会公布在就是真源的 YY 动态里，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回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那位就是中奖的幸运粉丝哦。好，那我这边的话解开公屏，那真源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一起继续聊聊天，然后的话继续下一个环节啦。好，那么就直接开始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环节是一个舞蹈表演，就是这个舞蹈准备的挺突然的吧，但是还是想给大家好好准备一下，所以说也有再去加练了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满意。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一是什么类型的歌呢？反正是跳舞。那就大家期待一下吧，直接开始吧，就不多说什么了啊。
喝水啊。哎，头发越弄越乱。左右吧，
去练练听讲，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行吧，我们下一个环节吧，我们现在要开始读信啦。一封信，听友小张张，虽然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啊，但是我还是想很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谢谢。你看吧，人生就是这样，你说你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但是我就是看见了，对吧？最近你们应该很忙吧，但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嗯，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我们都知道，谢谢。前段时间结束了高考，虽然过程挺痛苦，但是取得还算不错的成绩。哇，那不错呀。我觉得吧，只要付出了努力，其实结果都不会差的。即使过程可能会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啊，或许也特别艰难，但是只要克服了那个时候，就是撑过去了，后面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备考期间的每一天，我都是心胆战心惊的过。白天在书桌前从早坐到晚，害怕自己跟不上别人。那段时间啊，我最期待的就是你的清唱了。我听见你的声音，总给人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哇，原来我的这样说，我的清唱还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些安稳的作用吧。但还是挺开心的，高考之前一直在循环你的心跳。第一次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就是想到马上要高考，又耽误了那么久上课时间，好像突然有人安慰我一样。因为不想让别人担心，不敢告诉身边的人其实自己很累。其实真正累的时候，我觉得不能一直憋着的，就是会怕别人会担心，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承受这些压力肯定没有几个人一起承受压力好。一个人而且如果真的自己憋久了，真的会憋坏，就跟想不出很好的比喻，反正就是要多跟身边的人交流，跟他们分享你的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之前也不是很喜欢把自己的那些就是很伤心难过的事告诉别人，觉得自己一个人默默消化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到后面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这样久了真的会感觉很难受。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难受的事了，也会主动跟别人去分享我就是自己那些什么不开心的事啊，还有自己最近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那天作者最后我充满勇气的努力备考了，那天作者去考场的大把阳光透过玻璃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就想到现在阳光已经照亮心窍，感谢你为我带来的勇气，未来想现场听你唱歌。现场等你啊，你现在已经高考完了，那可以有机会来我们演唱会啊，我们演唱会一定会有很多歌的。感谢你为我带对我们带来的快乐，他们都说你是快乐源泉，但是我更愿意叫你快乐制造家，因为你总是能够主动的活跃气氛，你总是很温柔，带给人无尽的安全感。其实吧，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一定要快乐，其实有时候可能会难受，但是也要反正让大家觉得我是很快乐的样子。然后因为如果把怎么说，就是觉得快乐最重要了，也想让大家跟我一样变得非常的快乐。嗯，如果总是难受的话，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人经常会有的状态了，所以说就必须得每天都快乐，所以说我都想把更多的快乐带给大家，大家让大家缓解一下平时或许很难释放的压力。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快乐而快乐，或许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站在那儿就能让大家快乐，那也挺棒的，好吧。希望快乐指导家张真源和 TNT 能够大红大紫。好的，我们一定会大红大紫。好，第二封来信 ，To 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张同学，这已经是姐姐喜欢小张的第三年了，我今年2017、18年，我见证着你从一个圆乎乎的小朋友变成一个大帅哥。我很圆吗？以前我真的很圆吗？以前啊，有的时候你太懂事，这一路陪你走来，一直见证着你的进步，你一直很棒，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我的骄傲，我的榜样。有人说也喜欢一个优秀的人自己也会变得优秀，那姐姐真是借了我真远的光了。没有，我觉得一个人优秀吧，肯定本身天赋是不差的，好吧，所以说你不能说借了我的光，肯定是你自己的光得到了机会展现出来。嗯，姐姐当时高考那段时间因为身体的原因导致几乎一年都没有去上课，哇，我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说照顾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姐姐还是个艺术生，哇，艺术生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放弃的念头出现了不止一回，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去和家族平台和小张进行留言，有时想到你也在努力，有时突然想到光影里的那一句握紧拳头向未来出手不被命运牵着走，当时这首歌给了姐姐很大的动力。我决定拼一把，身体原因我放弃了学习三年的画画，那段时间就在家自己学文化课，做了很多题，有时候累了就想想和你在一起努力，就更加拼命了。最后姐姐高考非常成功，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哇，感觉好励志啊，真的太棒了，感觉我能给别人带来这种鼓励，我觉得自己身上也多添了一份价值，有时候想想还是特别有意义。很荣幸可以认识小张，因为你是我偶像，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变得优秀，一起航向梦想要的彼岸吧。好，转眼间小张也快要艺考了吧，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们平常训练和学习一定会很累，要劳逸结合哟。最近有在准备艺考了，反正我这个人吧，不喜欢不做好准备就去迎接一些事情，所以说该准备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嗯，太累的时候记得放松一下，不要太逞强，在姐姐心里你一直是最棒的。还有啊，你一点都不胖啊，帅得很，给我多吃点，多吃点才有力气跳舞唱歌学习啊。好，每天多吃点，好吧，不过还是要吃适量了，好吧。好了，那最后姐姐就祝我们的真源小朋友，张真源小朋友一切顺利，以后的路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加油，最棒的张真源。好，我也会加油的。等一下念一下我的回信吧。你们好呀，我是张真源，今天呢就到我来给你们直播了。其实今天的直播我还是做了挺多准备的，练了很久的歌，也练了很久的舞，然后希望到了读心的这个环节呢，你们对前面的时间都是满意的，也希望我自己没有遗憾。好，我现在完全没有遗憾，我觉得我表现得很棒，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呢？从哪里说起呢？我看到你们在来信里说自己的爱好啊、学习啊，还有说我有时候做的事、说的话对你们产生了什么积极正面的影响啊，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开心的，就是很开心从这些话里能够了解到你们人生一些很精彩的片段，也可以共享到你们的
开心和喜悦。你们有回事以后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多给我说一些，我是可以感受到的，好吧。但如果是不开心的也可以跟我说了，因为像我刚刚说嘛，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就会好很多，我或许就可以当你倾诉的那个人了。我呢就是喜欢把人生比作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如果你没有被很多人看到，就证明瓶子里装的东西不够丰富也不够多彩。但如果就是去努力用很多东西把它填满，就用很好的事情给它去上色的话，那这个瓶子我觉得就会更容易被人看到和记住。因为我也想要我的这个瓶子里装上更多东西，所以说我也要加油充实自己。明年呢就是高考了，时间真的好快，谢谢你们在微博里给我画的重点，做那些事情一定不简单吧。我觉得发现那些的哥哥姐姐一定首先自己的学习就很好，真是太厉害了。然后我会好好看的，争取明年呢能考出好的成绩。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一起加油吧。好的，哇，挺棒啊，新年完了，我缓解一下情绪，准备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真的挺难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等我想喝口水吧。反正就是很久之前就学会了这首歌，但是一直没得到机会唱。这首歌是不用去猜的。都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喜欢，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从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不屑，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是有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有趁早，每天都要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的全新的自己问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怎么说呢，人间话说的比较多，嘴瓢了。但我练的时候真的都没有嘴瓢过。再来一遍，直接开始吧。不影响啊，不影响效果，还是站起来唱吧。都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使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从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不屑，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是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有趁早，每天都要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都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使坏，该不该还
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呀，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来，今天的一切就算突然我也不奇怪，我不再预测未来，因为总在意料外，该在的都会在、yeah。总没想过每个彩可以让我中奖，也不需要不实在的面子，我也早就不跟别人谈论什么梦想，悄悄把梦想都变成了现实，不管我是试试看还是扑了空，直接做到而不是挂在嘴边，是个穷光蛋还是大富翁，我的经历都过好我的每天，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知道的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不用去猜还没有发生的，不用去猜，不用去猜明天是什么样，不用去猜，不用去猜该来的总会来，不用去猜，不用去猜，不用去猜，不浪费时间去猜测我未来会碰到的麻烦或惊喜，虽然也常会有问号跟感叹号出现，但不让它留在我心里，曾经我为了去武装我自己，很快就学会了冷漠和装法，现在我不想再装，我只想更爽快，想悠然地活在这当下，时间又不会为我赖着不走，干嘛停下来为了选择头疼，我的心目标现在像个路口，现在要做的就是加点油门，当我穿过拥挤的人群，穿过低谷时被冲洗的人群，感谢所有为我亮起的灯，在我丧气的时候总是仗义的过来按我门铃，灯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我知道灯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我开始好是坏，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再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哪里是归宿，要怎么组未来的拼图，先走好每一步，感觉话，感觉话说多了。先，我就不应该把这首歌放到最后啊。话说多了，感觉嘴巴越来越瓢了，跟完全没有状态了。不过，这首歌叫《不用去猜》，喝口水。哇，真的跟练习的时候唱的不是一样，不过还是挺不错的。好吧，我们现在就最后一个环节咯，哦，还没到最后一个环节，倒数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环节啊，不就是最后一个环节，哎，直接来吧，我也不知道是第几个环节，嗯，第一就是一个大考验，第一个问题呢，时代少年团谁的口头禅最多，请模仿六位成员并猜出正确答案。嗯，另一位可以两位一起说，就比如说我在前面走着，然后突然踩到了一个真秀，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个人过来，真厉害，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我不知道是谁啊。哎，小张这个不太像，小张说真厉害，对，就是小张说他的语速会比较慢。时代少年团中食物链最底端的是谁？然后最不是底端的应该是张志远，因为他贼爱吃肉。时代少年团中谁的手机里自拍最多？对，张志远呢就是平常会看到他下课的时候偶尔就会拿出手机来拍两张，对着镜子拍两张。时代少年团中最喜欢用谁的表情包？应该是张志远的吧，特别喜欢用他那张一个特效，然后这样宝宝可爱，还有一张就是他在飞机上睡着了，然后不知道被谁拍了。好的，时代少年团中谁的小名最多？
请说出其他六个成员的一个小名。圆圆，哦，时代少年团中想和谁交换一天的身体生活？张哥，我希望那一天啊是什么？是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好吧？这样我就第一了呀。啊，他跟我谁能跟我？谁玩得过我？我力气最大，是吧？啊，那时代少年团中，太棒了！如果可以，最想让谁做你的弟弟？我想让张哥做我的弟弟。嗯，因为我感觉让张哥做我弟弟的话，你看我后面是谁？我张哥被我弟弟了，那可以就跟着我后面嘛？哎，力气最大的是吧？那肯定就还是行，可以的呀。等哪天找他请他做事的时候，当他一天弟弟满足一下他吧，行吧？不过既然想让我当弟弟啊，哎，再说吧，好吧，好吧，那就开始我的环节了。第一个呢，什么团员默契大考验。第一个，谁起床属于一个闹钟就可以醒的人，谁是五分钟一个闹钟的人？一个闹钟可以醒，那不是我吗？那不是我吗？其实我可能以前会比较那个啥一点，但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对闹钟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我一听到闹钟马上就醒，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如果除了我的话，还有谁呢？估计是马哥吧。嗯，五分钟一个闹钟啊。我不知道五分钟一个闹钟谁，我知道有人喜欢两个分钟一个，好像赫尔就是吧，赫尔不，我记得他就喜欢设很多个闹钟，嗯，挺棒的。好了，时代少年团中谁最喜欢发朋友圈？发朋友圈，我感觉大家都不太喜欢发朋友圈呀。朋友圈，嗯，谁最喜欢啊？应该没有谁，感觉大家发的朋友圈都差不多，可能是都是生日或者什么特殊的日子才发朋友圈，所以说应该差不多吧。如果实在说一个，那就是萨轩吧，因为他早期啊，不是早期，就是那以前的时候，他总喜欢发一些猪在朋友圈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发那些猪好吧，然后就很神奇。虽然可能有他的道理吧，但是我觉得，哦，那些猪上面还有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祝福之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喜欢发这些，好吧，不过挺棒的。三，时代少年团中谁请客最多？这个问题应该是丁哥和马哥吧，他们俩请客最多，基本上。第四个，时代少年团中谁是你的快乐源泉？快乐源泉，那必然是萨轩。那毕竟，首先他的笑声就很让人快乐，而且还是那种快乐。然后呢，他总会喜欢给我看一些，我不知道，就是我坐哪儿嘛，他总会把手机搜来，看一些很神奇的视频，就有时候有点让人。让人难以理解，你知道吗？但是好像确实好像，我差点笑得当场躺在床上睡着了，好吧。时代少年团中分别用一个动画动物动画片人物形容队员，他们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动画片？丁哥的话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菠萝吹雪，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跟他长得啊，不是长得，就是菠萝吹雪在我印象当中很帅，所以说丁哥也很帅，所以说他们都一样帅，好吧。那下一个是马哥，马哥的话，马哥是啥呀？马哥一人，那。吉吉国王吧，因为吉吉国王又高又瘦，马哥就是这种，就是又高又瘦，挺棒的。那
大轩就是大轩是他说什么呀，那他是喜羊羊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喜羊羊可能比较聪明，虽然他平时看有时候会放空，但是他还是挺聪明的，然后也长得挺帅的啊。然后还有，那就赫尔的话就是，赫尔的话是红猫蓝兔里的蓝兔，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可能是很多人都叫他零零兔的原因吧。嗯，我比较符合他的气质。下一个是浩翔，哎，竟然想不到嘞，浩翔是啥呀？浩翔比较接近一下答案，那就熊大吧。看大家都在打熊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像熊大，熊大，他跟熊大有相似，哦，有相似的地方吗？哪儿不像啊？哎，行吧，那就熊大吧，就这样吧。嗯，好啊，不，耀文，我很早之前就想好了，哎，也不是很早，就是刚开始想到丁儿的时候，那个菠萝水仙，我就感觉他有点像程六香，这程六香。就挺逗的，反正挺棒的。哦，大家说要不是乔治，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棒，我也觉得他挺有乔治那味儿的，好吧？他应该会看到吧？行吧，没事，看到也没事。那今天这些环节就结束了啊。大家随便聊几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我会多吃饭。舍不得啊！天啊，我也舍不得，怎么办？我也不想走了。我们今天直播到十二点吧。算了，大家还要休息呢。还要休息呢，大家还明天要早起，不能这样。啊，专辑啊，我们新专辑应该快出了吧？反正我觉得以公司的速度肯定会很快就出的，他们这么厉害，对吧？好，我不是超人，我一定会休息的。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好好休息，好吧？然后呢，我们就说结束语吧。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周五在 YY， 每周五来 YY 和你的爱豆相见，期待下一位爱豆，看你的。好的，那就说完了。好，直播小助手上线，直播小助手上线。那今天的话就辛苦我们真源了，然后的话那请真源跟大家说晚安。对，好，那这边真源可以关播。然后的话温馨提示一下，就是真源的自拍。